好，欢迎来到动漫废物第333号，好像这样吧？333。哇，好邪啊，这个字。又邪？333，不是666先邪。对。你哪个教的？那你怎么加加加加加加666出来的？你互相加交叉怎么加数？是吧？我觉得读在三字都好邪的。是吗？我不喜欢这个字。是咩？咁你快啲40岁咁样，好啊！咁我哋今日完咗啦，太邪唔想做，放弃。咁啊，系啦，今日我哋讲一本好短篇嘅，都唔系好短篇，都有四期。其实即系三期啫，第几都唔好关事嘅漫画啦，阵律啦。咁啊，讲之前咁讲下收听方法啦，即系如果而家听到我讲嘢咧，应该你知道噶啦。如果你听唔到，你问下啲听到嘅人啦。主要都系在我哋网度 download 同埋或者直接收听嘅。咁冇咁颓啦。我不嬲都系咁样噶啦，我 style 嚟噶嘛，颓系我 style 嚟噶嘛，你唔知咩？咁啊，除咗即系喺网上面网站收听之外咧，仲可以去喺 podcast 度download 翻嚟听都得嘅。咁当然啦，如果你想同佢倾偈咧，就可以透过 M 群啦。M 群有冇记得几多啊？我唔记得我串数字啊！我相信你哋都熟到我噶，咁我唔讲啦，因为其实我未得闲开 M 群啊。我等讲完呢堆嘢之后，我就会搵时间开 M 群啦。咁啊，系啦，咁啊，今日讲阵律啦。咁啊，在座好少人啊，今日唔知点解，因为啲人未到啊，啲人唔喺度啊。已经唔喺度死咗，有少人死咗，我使唔使做白金？佢上咗去。哦，佢信教咁啊？上咗佢上咗去东莞的心，佢可能想写嗰本向西啊，向西嘅唔知续集嗰啲嘢，帮人哋漫游向东，漫游向东噶，或者向东漫，都有集字都系写向东漫游啊！真嘅旅游杂志名都可能去开本，唔系佢去试嗰啲上海骨肠啊嘛。我唔敢讲呢啲嘢，我唔咩即系上海骨肠好正宗嘅。我未去过，唔知道。哦，大家好，我系边知去到咩介绍自己？大家好，我系小贝。阿添啊，你知点解我哋突然间要介绍自己啊？点解？因为介绍咗自己，啲听众咪知道边个唔喺度咯，咪知道边个去骨肠咯。哦，明唔明啊？我哋一都冇开名噶嘛。哦，唔系啊，你头先嗰本咩书啊？哎呀，是不是我说的咩？漫游向东啫嘛，笔名啲咁嘅嘢，今日佢系肥龙，我听日就系骨精强啦。系啊，都话俾知佢就系发后编剧咩？都系笔名嚟嘅啫，呢啲嘢。即系我哋。哎，入正题啦。喂，系啊，今日讲阵律啊，好耐一本书，好旧啦。其实好耐噶啦。呢套书我哋买咗翻嚟好耐噶，好似2、3、4年前已经买咗，我成日以为做咗，因为成日听你讲话震律震律咁。我都以为做咗，系咯，唔系其实可能 check 下真系做了。哎呀，你讲过嘅咯，唔系可能做嘅时候啱啱在座三位都唔喺度，跟住就唔醒唔起又做了。震律，我记得系有一年，我哋嗰时仲喺旺角嘅时候，咁我有一年去书展见到，因为我见到嗰时都唔系新书嚟噶，佢系喺嗰啲咧，即系10蚊任拣 Mega Store 嗰啲地方咧，见到哇几平喎！佢系做善事嘅，话全部收益都货慈善嘅，咁啊唔知10蚊一本，谂住食两本都算啦，咁做当系做咗善事，见到啲公仔又唔系太核突，咁样咪求其买翻嚟摆埋一边咯，系咁嘅原因买翻嚟嘅啫，冇乜特别噶。咁但系睇完之后又觉得，咦，都好似唔差喎，以几廿蚊嘅身价买翻嚟，我觉得 OK 喎，其实系咁讲咩噶啦？你跟住个名，你觉得会讲乜嘢？如果就系跟住书名，好略咯，好略咯，略又震又盛咁咪，又震又略，咪啲都系啲咩向西啊、森林嗰啲咁书嚟噶，你唔好成日都谂住呢啲嘢，成日谂埋啲唔系震啊、向西啊、森林啊嗰啲嘢。即是后生细仔，即系唔好咁啦。后生细仔先谂呢啲嘢噶嘛，老咗先至系谂嘅啫。后生细仔会通常都会付诸实行嘅。咁系啦，咁啊系啦。作者我哋今日作者系边个？作者系我已经读错佢名。高岛啊嘛。高咩之夫啊？高岛咯。高岛啊？系啊。高岛之夫。佢系二笔字嚟噶，佢山字边一个鸟，即系其实即系即是下面有个山字的岛咯，咁就作画就分开嘅，作画就是八版考训啊，
哇！真係呢個名一睇到，啲學生睇到唔開心啊，又考試啊，又啲咩訓練啊我就諗住，但我一見到訓係諗住，哇！白班考訓或者係考嗰陣試嘅時候訓著嗰啲咯，都係唔中意噶啦咁樣。O K 嘅喎，我成日都做喎，我試咗幾屆都做咗一樣嘢。嗱咁樣咧，其實就兩個都唔係好出名嘅，即係。查他們資料都不是太查得到，幾乎找到天下事的位置，好像找不到他們的資料，是即是、都不算太出名啦這樣，但是個故事呢其實是講地震的都是、就剛才講四期啦，但他是頭三期是一個故事的，那就講這個其實都是東京大地震啦，即是關東地區的大地震，因為第四期就是一些、講翻嗰次地震裏邊發生嘅一啲小故事咯。係啊，其實呢個故仔一開頭就講一個即係男主角啦，高規千唔係千下高規。高規千下。高規千下，調轉咗啲定容名，點好意思啊？咁啊，本身喺學校咧就一個即係成日俾人蝦啊，又讀書唔叻啊，即係冇乜世藝又冇乜才能嘅人啊，即係成日都俾人欺負嗰啲。即係大雄啦、啊。哦，我估佢大雄應該好，佢應該好過大雄少少嘅。但他沒有近視，他沒有近視，而且比較高大，比較高大一點，他的頭都型一點啦，是不是？什麼啊？大雄大過了都是余文樂來的，他很型啊，這個是太多版本了，我不會批評的東西。那是一個就是在學校、比較沒什麼、就是、地位的一個學生啦，咁啊，成日都谂住啊，我生存都冇乜意义啊，即系唔知有冇梦想，有冇成，唔知点好。最好嘅世界就可以快啲灭亡啦，咁啊，即系咁就最好啦，咁啊唔使烦啊，咁啊。系啊，但系通常咧，呢啲嗰啲灾难漫画咧，都系由个主角讲完话，诶、呢、這个世界最好灭亡啦，咁样，跟住就灭亡噶。如果突然间全世界死晒就好咯，如果去到，如果可以去到冇人嘅岛，我就可以自由自在生活，跟住就系啊。你谂下，漂流教室里边啊，高松墙都系话，诶、如果学校唔见咗就好啦，跟住个学校真系唔见咗。最衰如果呢啲真系漫画，如果唔系真系好啊。我小時候覺得，如果我突然發大中六合彩就好了。我不是的，他衰嘢靚好嘅不靚的嘛。但是我都想過很多次，我學校爆炸就好了，但是一直都沒爆到。香港的首富應該不快死，他們都還生勾勾。因為你不是主角。是因為你不是主角。因為主角要想這些呢，即衰的東西就會靚的了。還要那頭一講完，跟著那頭就真了。不過他也好一點，他也叫做即係有個盤啦，咁啊講到佢本身就唔知點解無端端係呢個學校嘅新聞社嘅成員，咁就喺半俾人恰嘅情況之下，俾人逼咗去訪問一個即係同校嘅天才大提琴家，即係一個學生啦，咁就好叻嘅話到個才能好高啊，又備受呢個外界即係外國嗰啲音樂家都垂青啊，又靚啊，身材又好啊，靚唔靚身材好唔好我就總之古仔係咁講啦，見仁見智啦嚇，古仔係咁講，即係總之人又靚，大提琴又拉得好，即係總之乜嘢都好啦。係啦，咁啊，佢哋即係正諗住訪問，係石井部即係個女主角啦。佢哋第一次見面嘅地方就係喺更衣室啦，就係人哋換緊衫嘅時候啦。咁所以有啲點解會覺得人哋身材好，應該係因為你忙。唔係覺得呢個係客觀，我喺本書度見到嘅事實。因為佢喂露曬出嚟，咁根據我目測嗰度都應該有 C 啦，係嘛？冇㗎，咁你 CD 音卡裏邊夠話維香身材唔好咯，但係目測佢都好好㗎。因為孟波佢要求唔止 C 啊嘛，呢個係每個人要求唔同。我俾你發揮落去喺個話題上面，我俾你發揮落去冇問題嘅。咁跟住訪問完啦，之後就地震啦。係啦，跟住喺回程嘅途中咧，就突然之間，即係佢哋車埋佢一齊，個老師車埋佢兩個一齊翻屋企啦。咁啊，回程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就發生大地震。咁之後到佢阿林主角醒翻嘅時候咧，就發覺咦點解周圍即係黑掹掹啊，咩都冇啊，就發覺。開始發覺自己周圍冷融融咁樣，就知道自己遇到意外。佢嗰時其實都未知發生咩事嘅，到一路咁啊，當中當然啦，女主角咁冇事啦，咁啊做唔到就冇戲做落去啦。咁啊，然之後一路個發展落去就係佢點樣，即係喺成個過程同女主角喺個地震度又遇到好多人啊事啊，
最尾其實跟住最尾去到佢地震過咗之後再獲救，其實短短嚟講只係唔知係三至五日左右嘅事，好短嘅就講緊。係啊係啊，但係已經講到係成個東京已經係，唔知佢咪叫陸沉咧，又唔係叫陸沉，係俾水浸咗咯。唔係佢因為有個地質學家話一早，喂一早我公布咗啦，好大鑊噶！如果東京地震，因為下邊係成個板塊唔知冇咗定係移動咁樣。佢係話會震一震就向下沉，大約數十至數百米，但係。即是对板块来说其实是很少的移动的，但是就会整个城市就已经是水浸了。当中他遇到在整个处的逃难过程里面遇到一些人的，他在个其中有一个地方就男主角呢高盔叫做他遇到一个即被啲瓦砾砸住的女人，垂死的女人呢，佢見到佢嗰一刻有心中一種感覺，就係突然間好想救呢個人。咁但係發覺最尾即係好明顯就無能為力，即係親眼睇住佢死啦。佢嗰下突然之間覺得，即係點解嗰下先真真正正覺得自己係最冇用咯？即係之前佢都話覺得自己冇用，想世界毀滅，其實嗰啲都係廢話咯。但係嗰一刻就佢第一次覺得自己真係好對於即係喺事上面係冇乜無能為力咯。后来他又遇到个僆仔，他又发现知道个僆仔刘刘丁，他见到死了那个妈呢，那个女人就是那个僆仔的妈，那个僆仔就是小珍啊，珍央啊，咁啊，基本上他成个故事入边冇乜气氛，即系行嚟行去，同埋揽住只狗嘅啫。我仲有只猫嘅。啊，仲有只猫，但系呢、這个点解都会即系都会我哋都会提一提咧？咁多气氛，因为佢喺第四部即系第四本入边咧。是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同埋佢有個好勁嘅老豆，係啊，佢老豆超人咁樣噶啦，自衛隊嘅一個類似隊長嗰類上，即係總之啲上級噶啦，都係。哇！佢老豆係 Rambo 嚟，高成島啊！佢老豆又跑跳走啊，俾人都救到。佢係呢本書嘅消防員的故事，個主角叫咩名啊？大悟係呢本書嘅大悟啊！有佢出現嘅地方，啲人都俾佢救到。呢本書的大悟，新書嚟嘅喎，係OK。咁佢老豆啦，三成倒孝啊，真係講到好神㗎呢個人。一出場就已經講佢駕駛住架裝甲車啊，嗰啲清就去幫手去清理啲瓦礫啊，去救人啊，跟住就抱住個人喺好高度咁跳落嚟啊，即係完全安然無恙嗰啲，好似即係好誇張嗰件事。但係佢就佢嘅個性就係啲，我可以話好實務嗰類型嘅人咯，因為即係譬如個地質學家咧。讲话会东京会陆沉咁样，即系会水浸咧，佢就唔信嘅。佢开始佢系唔信嘅，即系佢觉得喂讲咩啊？地震啫，唔好陆沉啊！你不如同我讲成个地球会毁灭。系啊，东京人对地震呢样嘢咧，实在太过习以为常啦。即系成日都震噶啦，几出奇啫。几乎系问你今日震咗未啊？未喎，咁你应该会震噶啦。咁样咁自己震下咯。震下啦。咁所以即系遇到个地震，佢即系觉得哦，又遇到个灾难啦，咁咪救灾咯，咁咪救人咯，救人咯，清理现场咯。就我谂到一件事咁夸张啊，会成个东京会俾水即系淹没啊！咁就要疏散。佢觉得呢件事，你咪你呢啲即系食饱饭冇嘢做嘅，即系去学者喺度即系吸，即系叫做咩？去危言耸听，危言耸听啊！去吸引人注意，去注意你讲嘅嘢咁解啫。其实除了他之外，就算当时即系漫画入边个总理，都是有咁嘅感觉噶，觉得你都是在度吹水。总理好得意嘅，总理嗰个态度，佢就亦都唔系完全唔信嘅。三成岛就真系唔信嘅，但系总理系唔系唔信嘅，我觉得。但系佢会系嗰只佢衡量就系、是如果我信嘅话，我要做多好多嘢。咁我唔信嘅话，就做少好多嘢。佢真系。真係做唔好呢份工啊！佢其實好得意嘅，個總理最初一見到有地震咧，佢嗰時個諗法就是：終於嚟啦！喺我任內，終於有單大嘢要搞啦！即係可能佢個心裏面就係覺得，點解唔等我落卸咗任之後先地震？會唔會係我哋諗得佢太負面？係佢我任內乜嘢都冇做過，終於有單嘢可以俾我處理啦！發揮下咁啊！
我通常唔係咁咯，因為佢最初佢都覺得，哇！你係咪傻噶？我要我簽，叫我叫所有人避難，依知東京幾多人啊？咁講咗一大堆數字啊，然之後又講到有幾咁困難啊，咁啊，如果東京都要去到全世界去避難，咁啊等於全個日本都癱瘓噶啦，乜乜乜講大。即係講曬所有覺得最 worst case 出嚟啊，個代價有幾高啊咁樣，佢大個學者嘛，那個學者叫做景美雅治，咁啊本身跛嘅，咁啊一路到佢跛都係喺佢細嗰時另外一次地震而整跛嘅，係啦，因為地震中佢又冇咗對腳啦，咁啊跟住發奮成為一個地球物理學家。即係我唔係好知道地球物理學家係嘛？即係佢係地球物理學家，佢唔係淨係研究地質，佢研究地球。地球物理學家高好多㗎。哦，等於你淨係研究一個女人同我研究女性係兩件事嚟㗎。你理解到啊？我理解唔到，我研究多女性㗎啦。咁你咪係一個女性研究學家咯。咁啊，跟住後屘再，但係咧。雖然阿自衛隊佢本身咧，自衛隊長，自衛隊係佢做啲咩嘅？自衛隊長咧嚇，即係開頭佢本即係頭先阿小貝所講咧，佢唔信啦。但係佢聽完個地球，即係阿景美雅子講完之後，佢提出咗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佢即係個學者講大話，最多都係我哋做多咗，又或者俾人少兩句啫，最多俾人少到冇工做啫。但係如果真嘅話，就會死好多人。即係呢句説話，我覺得係令到總理最尾決定真係要去執行呢、這個即係大避難嘅計劃咯。即係要疏散啲東京市民。但係好 cheap 咯，就唔認咯，傲嬌咯，又要揾啲藉口俾自己下台咯。哎，我唔可以俾自己成為世界最多人嘅總理。喂，你做你咪做咯，做乜講啲咁嘅説話？而家呢個係一個數字遊戲嚟咩？哦，之前嗰單地震死咗80萬，我呢次淨係死40萬，我贏咗啦咁樣。咁我就可以名留千古啦，係啦。即係每佢有個龍虎榜，哦，總理第一屆總理死咗20萬人，第二屆總理死咗幾萬人，佢人哋都話參與捐款。咁佢如果係咁，係咪應該倒翻轉嚟？咁佢要成為死得最多人嘅總理，咁佢咁係一定會最有命啊？唔係，因為你死得最多。你可能會被人超過的嘛，但是最少是很難破你的嘛。你可能 很難說，即是我想 是中國就可以說咯，一個人都沒有死過。我沒死過。不是你們真的都說要國民教育的，你們都不知國情，有些事頭了3天只是死30多個人而已嘛。為什麼？因為死得多30多個人，這個官要被人把嘛，所以他們會控制到死傷人數是30個上下的。跟住成件事大咗，永遠都係70人左右嘅，係唔會超過呢個數嘅。係啦，無論件事有幾大，都係70左右嘅。係啦，咁所以佢啲總理，佢啲領導人嗰個成績應該係好平均嘅，如果畫翻條瓜出嚟，係接近一條直線嘅嚇。好穩定咯、啊。係啊，穩定咯，啲咪國家咪和平咯，穩定啊嘛。佢會同你講，我哋咁多年都冇退步過。係啦，只不過唔進步啫。咁啊，係啦，嗱，跟住就講到。他們終於即係面對現實咧，覺得件事係嗰個危機性嘅夠高啦，就決定去遷徙啦。咁就發即係開始去周圍去拯救唔同嘅人啦。咁但係其實喺拯救嗰個部分咧，慢慢冇乜點講嘅。佢主要都係講翻男女主角兩個點樣逃難，跟住到後尾帶住個僆仔，都係帶住阿曾央一路走難，後尾幫阿曾央揾翻佢老豆，遇翻之後。到後期就出現了一個事件，就是他遇到一個殺人犯，咁佢跟住就點樣喺大即係殺人犯就捉咗阿女主角啦，跟住又意圖強姦佢啦，因為啲女佢好慘啊，成日俾人強姦。佢開頭已經俾人意圖強姦過一次。咁你覺得點先？即係如果你覺得咁諗，係咪個男主角俾人強姦會 make sense 啲？梗係啦，當然啦，大佬。唔係，我發覺咧呢啲地震啊，或者係即係講呢啲嗰啲咧，即係突發的災難，尤其是日本的漫畫裏面都很興講是啲人係會想強姦啲女人。因為我看嗰本書是講早幾年咪美國打大風嘅，唔知邊個州話，其實啲咁嘅災難事件真係好多啲嘅咁嘅叫做即係強姦案發生嘅，只係因為太亂啲人報唔到翻出嚟啫。其實佢古仔入面都有講到呢樣嘢嘅，就係佢我唔記得係個總理講定還是阿趙偉隊長講嘅，佢就話當遇到大災難的時候，
人的個道德意識咧係會相對降低很多，就不再自衛了，就走做自衛隊你哋自己做自衛隊啦，你向外揾食啦，可以係啊。其實嗰時守護他的五十一種方法裏面都有講到呢件事嘅，就係話你喺一個佢話即係日本，又我諗係即係佢唔止日本啦，佢嗰度講日本啦，話日本男性係即係佢唔係咁易受到咧一啲即係重大改變嗰個壓力啊。咁佢好大壓力嘅時候，佢咪要揾人去舒緩咯，即係揾人發泄咯。咁佢就係話，即係性呢樣嘢可以暫時麻醉咗，即係令到佢 feel comfortable 啊。同埋好實質啊，突然間好學術啊，好生物學上嚟講話有危機意識，生物第一樣想諗到嘅就係繁殖，即係咁好生物學咁講啦。但係其實我覺得都夏目貝講啦，都係想揾人發泄，即係大家唔想諗到咁深入嘅。唔係呢樣其實喺好多即係都講災難漫畫嘅作品入邊都有提過嘅。就話當即係好多時候你會見到嗰個劇情，就會佢見到，咦一有大災難嘅時候，人哋可能面對嗰一個絕望，覺得都冇希望嘅時候，就會做出好多你平時唔覺得啊，乜嘢原來會咁，即係可能好斯文、好靜嘅，會突然間攞刀亂咁殺人啊，成啊，即係強姦其實即係強姦又另一個範疇。啲平時成日遲到嘅人，要大家好準時啊，一樣會發生咯。一定不会发生，会不到咯。突然间个印度时间变翻咗香港时间啊，咁样震到个 time zone 啱翻啊。咁就仲有万劲去多啲灾区啊，佢可能准时啲翻工咯，成日迟到都有。咁系啦，嗱，咁跟住最尾就系讲到佢遇到个杀人犯之后，然之后就最尾都当然喺杀人犯手上就逃脱咗啦。然之后最尾佢面临到真系最后一刻，个东京真系差唔多被大水淹没嘅时候，就当然系预救啦。即系阿志伟队长就揸住直升机救佢哋啦。咁佢哋嗰时系有面对一个抉择，就系究竟救唔救埋个杀人犯嘅。咁其实佢当中带出咗一啲问题，就系都系值得讨论嘅。但系我哋迟少少先去讨论呢个问题。咁我想即系简单咁，我哋都讲下个。四五個主要啲嘅人物啦，咁男主角啦，阿高崎千夏，之前講過啦，佢一個比較即係可以眼中冇得用嘅廢材啦，廢材主角啦，又係。但係咧，我唔知咧，我發覺好多漫畫入邊都係，通常喺開頭都會用呢啲角色做一個即係主角，然之後咧，當佢遇到災難嘅時候，突然之間佢啲勇氣啊～啲人性啊，就會湧曬出嚟噶啦。我會咁睇咧，因為多數普通或者一個唔混亂嘅社會，所謂嘅優才生，即係佢會好跟遊戲規則玩嘅人。咁喺一個混亂嘅情況之下，咪等啲即係所謂嘅學生，即係平時唔係好跟遊戲規則玩嘅人，咪會反而變咗做某種優才咯。嗱，我就覺得係喺即係我就唔會係即係我跳出一個故事咁去睇啦，就係因為。其實呢個某個程度上都是投射啲即係讀者啊中意嗰樣嘢嘅啫，即係其實中意病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咩咧？就成日同自己講催眠自己，就係話我而家未發力啫，我發力嚇親你啊嗰種，即係其實個主角咪好似俾佢可以投入咯，就係我平時成日俾人蝦啊，又好似冇夢想啊。又即係人雲亦雲，又唔係做得叻啊啲嘢，係埋咗堆，但係又好似唔係好掂啊嗰啲，即係嗰個唔上唔落，唔知點嗰種咁嘅心態。但係一到有事嘅時候，我就會變英雄啦咁樣，即係未必英雄，或者我嘅力先發出嚟，因為就係好多中意嘅人就係咁樣同自己講啫嘛。你我而家未嚟機會啫，你俾機會我，我一定好掂啊咁樣。叮当大长篇啦，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点解而家多咗好多呢啲主角，其实系 fulfill 个市场啫。你谂下八九十年代系冇乜呢啲主角嘅。其实所以我睇嗰啲漫画嘅时候，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好夹硬要煲大个主角搞到啊，因为佢主角嘛，如果佢唔超人化啲，或者佢唔劲啲嘅，喺个灾难入边佢发挥唔到，即系喺灾难入边发挥唔到个光芒，大家就觉得冇心机追落去。不過都未至於討厭嘅呢個主角就，但我正想講嘅就係呢個主角係比我係比較少例子之中唔討厭佢咯，因為你見到佢唔係突然間好勁噶，佢其實冇勁過噶。佢最勁咪就係起咗廁所出嚟咯。係啦係啦，我都覺得最大嘅貢獻。佢最勁唔係起咗廁所出嚟，佢最勁係挖走曬啲屎啊！你覺得起咗廁所難啲定挖走曬屎難啲？
我覺得投唔係啊，我覺得呢度我哋陣間可以討論一下。我真係要討論陣間。係啊。咁咧嗱，即係啲簡直係屎味咖喱，咖喱味屎啊嘛。講到頭先，即係點解我唔咁討厭呢個主角咧？就係、是、佢其實遇到災難嘅時候，佢都唔特別叻咗嘅，佢都仲係戰戰兢兢啊。你又會睇到慢慢咧，佢每一件事，雖然當然佢可能。在很多 件事上面結果上他都做得很好的，你覺得他、即都讚賞，但是個過程裡面其實他一直都害怕，一直都是面對自己的，他你會看到一步一步這樣是由少少少少這樣去成長的，就不是說以往那些就突然之間就、啊、本身很沒有勇沒有膽，突然間、跟著走出來好像真神人有光，整個的又是英雄，啊、有本不知咩逃出地下铁嗰条友整 lift 嘅啫，跟住又变英雄大只，嗰啲好奇怪。呢个就系我觉得比较舒服咯，就睇佢个转变。咁佢都系其实一个逃难嘅人嚟嘅，即系佢又未去到话即系突然之间变咗阿自卫队队长嗰只，嗰啲就真系大唔理啦嗰啲。即系话晒逃难，身边仲有条女陪住，算系咁啦，想点？但系其实佢嗰抽人咧系好多人嘅。首先佢自己啦，跟住女主角啦，跟住带咗个僆仔啦，然后僆仔又救咗只狗啦，狗又救咗只猫，跟住成走啲淘汰狼咁，我觉得。因为佢冇滑落去啫，可能只猫又救只唔知老鼠，只老鼠又救只甲虫，唔知系后面一路跟落去啊，系一系啊，系一 team 人，即系佢个 team 嘅嘢系好多嘢啦，跟住仲要有救埋个大提琴咯，大提琴好重要噶，其实。不過陣我哋會講埋，咁啊係啦，所以其實呢個主角其實我係幾喜歡嘅。O K 啦，不過不失啦。反而個女主角我就覺得冇乜戲份咯，即係阿石井部，其實佢冇乜細藝，好典型嘅女主角咯。好，佢喺呢本作品入邊其實幾花樽嘅，佢唯一嘅作用就係佢拉大提琴嗰下係可以感動到人。其實我可以安慰啲咁，期待佢係佢即係點樣？因為叫震律啦，咁亦都係個大提琴都好重要啦。嗯、即係我期待佢係多少少佢去想用大提琴去、安撫啲人嗰樣嘢，但係就比較少咯。而家只得音樂啫嘛。就係、是、去到嗰個爛鬼學校嗰度。係啊，嗰度拉咗一次，跟住之後就冇啦。咁因為呢本唔係 Macross 啊嘛，Macross 就走個林明美出嚟唱歌啫。唔係，咁佢一開始佢都係諗住即係同大提琴嗰個係扯上一個關係。因為你用得個律字，其實你喺唔多唔少，你會同音樂扯上關係，但係你唔係好見到關於音樂嘅篇幅好少咯。即係又講到成個古仔，講到嗰個大提琴其實好重要，好有象徵意義噶嘛。即係點解佢會拼命去保護大提琴，其實係有目的噶嘛。其實咧，即係在我而言，我覺得呢度有少少真係唔合理嘅。如果個小提琴都算你帶住佢周圍走，你帶住個大提琴走懶，你孭到兩支水算啦。我諗話，唔係即係可能對佢嚟講，拉大提琴係佢人生意義啊！我唔。唔批評人哋喜好，唔係㗎，好得意噶。你見到咧，係個女仔都覺得個大提琴係可以寫戲噶，但係個男主角覺得唔係噶。個男主角即係阿高輝，反而覺得係唔得，唔可以冇咗個琴噶喎。咁即係新伯冇眼鏡啊，唔可以冇一個琴。因為個女後女嘅手段喺個女仔嚟講，個大提琴只不過佢嘅興趣或者佢一個。即是一個興趣的其中一個工具嘛，對於相對於生命來說他不覺得比生命重要，但是對於男主角不是嘛，這個是唯一一個感動他生命的一件事嘛，所以 他不是一件樂器，在他眼中不是一件樂器來的。不是 你沒有聽過 Theory 是一個男人溝一條女的時候頭差二個鐘是做到不可思議的事是啊，我幫你拎我幫你拎地震緊地震緊的時候跟著、你教我拉你的手曲啊那副 engine 仲温紧啊！你知唔知嗰副浪漫嘅 engine？ 佢第即系如果呢本书有第四，即系有第五期，佢就会开始觉得呢个行为戇鸠。唔系，其实第四期已经戇鸠啦，十年之后啦嘛。系啊，系仔都生埋啦。系啊，咁系啦，两个主角咁都 OK 嘅。其实中间佢哋又冇话啲乜嘢嘢，即系其实佢嘅感情嗰个变化就冇话即系譬如话守护他的五十一嗰啲。即是會比較多轉折的嘛，那些男女主角的關係，但是這裡就幾乎就沒什麼點轉折的，就是男主角一直都很想保護個女仔，那就還有個大提琴，那就是這樣咯。
咁另外一個比較重要嘅，即係第二男主角啦，我當佢就係自衛隊隊長啦，係即係三成島神人啦，三成島嚇神人咯，即係佢太 Rambo 啦，我佢個感覺係太 Rambo 啦，即係。是不是一定要有咁劲嘅人先可以，即系喺张艺谋话一定要有咁嘅人呢，要有啲人处理动作场面噶嘛？同埋佢就其实系一个好理想化嘅存在嚟嘅，即系又系嗰啲啊，你有灾难，但系我又系即系要任务为先，我都唔可以顾得住我自己屋企人啊咁样。咁即係嗰個無論係佢體能同埋佢精神都係啲係好 perfect 嗰啲人嚟嘅，寫到。咁點解即係點解會特登都其實佢個氣氛喺個故事入邊嘅重要性，我覺得唔高嘅，純粹係一個即係救援工作嘅嘢嚟啫。咁啊，但係點解特登即係都會攞出嚟講咧？就係想攞埋另外一個，就係嗰個頭先我哋提過嗰個地球物理學家。景美雅治，即系佢之前喺另一次地震入边咧就冇咗双脚嘛，咁后屘就觉得啊，我要即系虽然佢经历咁惨痛，咁我决定要努力发奋读书，就研究呢样嘢，希望将来可以揾到个方法咧，就令到可以更少人可以喺即系会喺即系地震灾难入边咧就遇害咁样，咁啊跟住又即系又空吓个总理啊，话俾知嗱死几多人啊，要迁徙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其實喺故事上面，佢哋兩個我覺得都係唔係好重要嘅環節。但係點解講就係、是、當第四期最尾講十年之後咧，就講佢兩個其實都結埋婚咯。即係我就好唔中意點解要將所有人都一 pair pair 咁樣 pair up 咗啫？係啊，即係冇啊！呢啲咪嗰啲咩啲八十年代嗰啲家處境喜劇咯。最后一定是会一 pair pair 咁成队噶嘛，跟住咪 end 完嗰时咪大家着住婚纱，系跳起耶，同庆贺，你肯明显唔系睇嗰啲年代戏剧啦，家有喜事嗰啲啊，跟住出嚟齐欢唱唱歌噶嘛，家有喜事啊，噔噔噔噔噔，一定系唱呢首歌噶，知唔知啊？系啊，咁就即系系咯，又拉埋一对咁样咯，咁其实。數得出的這個故事真的叫有名有姓 有劇情的都是只有五個而已、啊、即是三成島兩父子男主角女主角和地質學家一個 老婆婆沒名字沒名老婆婆、啊、但是又很好人的是、啊前護士嘛、那個、是啊但很好笑即是你經常想像她是一些太妹頭生時咬著煙她的感覺是很非女feel的嘛但是估不到她是前護士咯你要以為啲護士啊，浪得虛名。其實可能而家啲護士都係咁嘅啫，痛嗌到陣都冇嚟幫佢打針咯。我知啦，而家清楚咗好多嘅，見多咗好多護士而家。講翻嗰樣就係我唔中意佢哋最尾點解掉 pair up 咯，因為俾人我覺得你原本成件事都覺得好好都比較真嗰啲，你描寫得低。你突然间咁样就觉得，喂，你好好古仔嘅件事系，唔系嗱咁讲，那个男主角同个女主角 pair up 咧，都可以接受，我系接受到嘅，系啦。但系个自卫队队长无端端走去介嗰个地质学家咧，即系地球物理学家，唔好意思，我今日都第一次听呢个 title 嘅，地球物理学家咧，我就觉得真系拣嚟噶啦，净系抱咗佢一下啫嘛，其实。哦，咁佢系咁中间十年可以发生好多事嘅，可以抱好多下嘅。咁嗱。你不如跟我说那个自卫队队长同个总理喺埋一齐，咁中间十年都发生咗好多事噶。咁你系个中年大叔，系咪先？系咪先？咁最少我有 surprise， 我揭到个业，我最少会即系讲句粗口先，或者讲阿小珍沟阿总理啊。系啊，即系都得噶嘛。报复翻啊！你当日咁迟呢个决定，我而家报复你咁啊。唔系，或者系咩啊？小珍同咗阿女主角一齐，跟住走去偷食。是啊，小珍同女主角一起。小珍同女主角一起都是男主角是同阿地质学家一起。是不是男主角同阿三成同一起。咁都冇问题嘅，过分咗啦，咁又乱咗啲关系。唔系，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唔一定要 pair up 啦，当然。咁同埋即系个感觉咧太求其。同埋最紧要最紧要系咩咧？我第一期先见呢度有四个老婆。我揭到佢嗰页，你又揾咗第二个，
喂，即我當然我並不話係嗰啲咩要咩守精一生嗰啲人，但係實在轉變太快。哦，咁佢嗰個過咗十年嘛？因為而家呢啲事上面咧，我唔係睇好多災難漫畫，但係睇比較多災難嘅電影，好少電影會。即是一定會用到這樣的手法去做的，海員都不會啦，很多人都覺得喂，海員都是漫畫改編的嘛，我看那本漫畫都不會啦，海員不是一個真的地很大地區性的一個災難的，所以但是你會見到很多關於地震的電影啊，可能唐山大地震啊，或者怎樣好幾套他們都有男女主角啦，最尾很多都是經過了大家生還了之後只是成為了好朋友，或者一些真的很好好朋友同伴咯，是啊，不會覺得哇，他們一定要成為情侶，因為經歷了生死嘛，所以不覺得這個人是一個 miss 咯，但是你將它變成一個 miss 的時候，你就覺得喂很做作咯，即如果我想溝一條女，我第一樣嘢就應該帶她災難，大家經歷一次災難，然後呢就大家只要不死就可以在一起了，不是這樣的件事。其實我覺得是那個作者自己是想嘢比較樂觀一啲嘅，咁好多時佢可能想用呢一種方法去沖淡嗰個災難感咯，即係好似即係 everything back to normal， 咁就大家都即係好開心啦咁嘅意思咯。佢其實我見到佢成套書入邊，個目標唔係想寫關於災難有幾咁即係點講咧？嗰個唔係災難引發嗰、那個。那個傷害有多大，他很少寫那些真的很強真的很強烈的生理死別，全部都很輕即是很苗頭地大過了嘛，反而寫很多人在災難裡面那個反應或者人性那種表現多過是災難本身帶出來的傷害。其實就算他本身即你阿冰之剛才說的那種表達，我都覺得他說得很淡的，直到第四期第四期是做得好很多，其實反而頭三期呢那個水分都偏普通咯，普通咯，就未去到話悶，但係普通咯。同埋我嫌佢畫面處理嗰度好幾下大即係大陣嘅一啲畫面咧，佢表達得唔清晰咯。咁好多時係你冇留意，跟住咦點解咁嘅變咗？即係男女主角明明一齊啊，但係點解咦又話佢失散咗？跟住你揭翻幾頁轉頭，哦原來嗰下冧咗一下，跟住就分開咗咁樣。咁但係嗰啲位置處理得唔夠好咯，即係會有少少混亂咯。因為佢描寫嗰個時間太短啦，佢好似係唔夠五日嘅，中間成件事發生。但係你又見到佢哋又分散過啊，跟住又再揾得翻啊，然之後又講最尾又直情係佢上唔到機啊，跟住後屘又唔知點樣又可以大水過咗之後又揾得翻佢，你睇落去以為係好似好耐咁過咗。但你真真正睇翻古仔，其實只不過五日之內嘅事。同埋我頭先講嗰樣嘢係個畫面表達啦，分格啊，畫面表達嗰度唔夠清晰啊，即係嗰啲 critical 嗰啲嗰啲畫面嗰啲事情咧，佢用嘅格可能係好細格嚟嘅，咁你咪個感覺好似淡咗咯。佢古仔嘅 present 得唔係好好，其實睇成件事，佢係好，我覺得佢係想求求其其介紹咗個古仔。因為他想的重點並不是在個故事怎樣進行，他怎樣得救，他不是想說這件事，是想說人真的在災難裡面怎樣面對人性，或者有什麼特別表現。他寫幾件事都是關於這件事，其實這件事是比較即特別的一套，即是他作者本身的重點。我們剛才都叫做簡單介紹了故事和人物，我們休息一會兒，接下來就試試去探討一下個別的劇情和一些深入小聲的問題。